海底小纵队，我们得马上回到章鱼堡上去。海藻又来了，呱唧，启动挡风玻璃雨刮器。收到，队长。灯笼鱼顶呼叫章鱼堡，灯笼鱼顶呼叫章鱼堡，章鱼堡请回答。呼叫张教授，这里是巴克队长，你能听到吗？请回答。灯笼鱼艇呼叫章鱼堡，请问有人吗？请回答。我那些关于海藻的书呢？我知道他们肯定在附近。章鱼堡无人应答，真奇怪，我几分钟前还跟张教授通话呢。希望他没事，也许他睡着了。如果不是张教授，那谁在驾驶章鱼堡呢？找到了，海藻，很多海藻，很多很多海藻。巴克队长，如果能很靠近章鱼堡的话，我觉得我能够抓住它。试试吧，兔兔兔。抓住了，命中！呜呼，干得好！巴克，我们得马上回到章鱼堡上去，你跟我一起吗，呱唧？好的，队长。披上，你来开。我？好吧，队长。海底小纵队，执行任务。刚才真险呐，谢谢队长。加油啊，咱们得尽快到达章鱼堡舱门，张教授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。关于海藻，关于海藻的一切，其他海藻相关知识。打不开，让我来试试。有时候需要一些北极熊的力量，加上猫一般的敏捷，才能完成任务。